风格超可爱的 RPG 游戏《魔女之拳2》是由韩国的 KiwiWox 所制作。故事描述贪婪的人类为了得到力量而迫害神族们。玩家要操控的角色正是身为神族后裔的露娜，要躲避人类的追杀，在这个世界努力生存下去。平常可以在原野上收集素材，合成强化露娜的魔法与力量。战斗时则采取传统 RPG 回合制的方式，除了丰富的剧情，也有许多主线和支线任务，还有多重结局和二周目等要素等着你哦。